各位好，咱请就座，咱即马要开始上课啊。喂喂，啊，咱各位同心吼，坐伫脚边吼，尽可能向头前坐吼。哎，坐伫后边吼，因为以前的时候，我有看我咧上课哦，伫后边咧拍电脑啦，哇，安尼就唔对咧。哦，对不？因为有当因咧上课时咯，我咧伫阿边遐吼，啊，看咱一挂迄个讲师啦吼，像秘书长吼咧讲话吼，所以我就当坐伫阿边。但发觉时，哎呦，啊，坐伫阿边吼，较久阿边咧创啥货吼，我咧伫阿咧耍电脑啦吼。哦，啊，咱希望阿边人唔好呢吼，因为你啊，花费钱来这来家，啊个时间来的是这个所在要得的。无同款的物件，你较早咱伫社会伫个国民党、伫中华民国的教育内底时咯，有无同款的所在啦？啊，那同款你就免来啊嘛，对不对吼？就是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大家爱珍惜这个时间，所以伫后壁恁大家注意听吼。不管江苏讲了好唔好，恁来注意听。啊，卖耍电脑，爱耍电脑等较耍落啊吼，对吧？好，来各位。迄、那个，啊，迄、那个需要先知影外面吼。以前初级班为拢上过吼，啊，为要初级无上直接就来吼。关键在即个讲师的名你爱记咧，因为这真容易混唔到伊吼。因为咱四月份呢有一批吼，去美国的叛军呐吼，批判咱即、這个。法律论述的这些人吼，啊，其中有一支吼，含我相像啊，吼，大家知影吼，为那读过高级班的，有上过课拢知吼，啊，中有一支无他相像哦，迄三字掉两字啦，三字掉两字吼，嘿，这老咧以迄个普通的知影，开始三字也掉两字吼，我咧中啦吼，迄个中无讲吼，啊，为什么强调呢？因为你不要乱讲。哎，什么人啊？哎，奇怪呢！迄、那个人和这个人无共人啊！是安那讲啊？原来咧听的时吼，迄要较注意听迄个名啦。啊，像哎，你别小想，别小想，其实无想啊！哦，迄是我免贴广告啦，吼，以后大拢会知影啦，吼，免贴广告。另外，我的什么来 ？S A 什么来？哈，迄、那个我的领导心吼，有拉出一个外号叫什么来？萨布拉是什么意思呢？日本武士啦，吼、哦、啊！即卖英文迄、那个书店内底也有啊，吼。但伊的重音吼、哦，伫头前咧，萨布拉，吼、哦、啊！那咱咧讲吼，日本人讲萨布拉啦，萨布拉了日本武士黑啦。但即卖正式的是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美国迄个书店内底先哦，伊啊重音，甲放伫头前哦，所以读个萨布拉，你别再读萨布拉啊！萨布拉美国人听无讲啊，这是日本音咩啊？吼、哦，就是。所以今日题目用白色之念吼，白色之念吼。我到初级班，我用安尼呢，台湾争夺何去何从？啊，即马高级班的时吼，我用迄个白色之念，这种相当的关系啦。那今日题目哦，讲两点钟、三点钟吼，但是我甲稍微拆开，但是中呢有含初级班内底有重合所在吼。啊，为什么需要用这白色之念呢？因为你初级班在咱台湾的近代史了后呢，然后来进入来呢，进入咱伫这个生活这个台湾内底，为什么较六十几年来吼，安那拢迷迷糊糊啦，哦，所以一直甲咱的秘书长用228迄个美国国的时阵吼。哎，即个当咱较清醒起来，伊怎？啊，为什么用228？这就是咱呢用228迄个数字啦。哦，各位就知影吼，较中辈人知个228，啊，较少年来讲吼，我228啥啊228啊，这也无啥物话吼。其实我利用这个机会吼，甲各位讲吼，这个白色之念的时吼，这个念呐。即练的时阵成个练功夫吼，
炼人炼丹，你知影吼？较早神仙啦，啊仙的神吼，爱炼丹啦，啊炼丹用这炼啦，吼，啊那炼乳，那牛奶有无吼？牛奶甲迄个水蒸气甲蒸掉以后，把蒸掉以后呢，哎，炼那个炼乳吼，迄个泥啊吼，啊即嘛白色珠炼呢，嗯，啊那人啊，说用人咧炼的啦吼，啊炼炼人炼炼到底时候都干伊啊。啊，这为什么白色之恋的是白色恐怖来的吼？咱台湾所有的在那个国民党统治下，有一个戒严，为是关在国内的是咱台湾岛内，啊，外地为关在外口啦。遐外口叫黑名单，伊袂让倒转来，吼、哦，袂让倒转来。所以在那个国民党长时间统治，弄了38天控56日戒严的那时阵哦，就是讲。内外拢好乖啦，啊，咱生活伫咧政治炼狱内底啦，所以阮当初练的是用身体去练啦，啊，练解时阵吼，为练解吼，算袂高好伊啦，啊，为个经过练过了是，你就知影吼，迄个歹东故乡吼，拢藏入去炼炉内底啊，啊，那练了，哎，即个成功呢，啊，为呢，啊，练的吼被替赛啦。被替赛吼，同款你讲啦。所以咱人伫这个政治练功内底时阵吼，咱伫安怎咧练啦？这个练的时候，就要入啦，要推啦，会知吼。啊，所以伫这个白色之恋的时候，咱别写三回，叫做白色恐怖。因为台湾近代史吼，我初期帮我讲过嘛。你为啥呢？为荷兰，为西班牙，为荷兰。当地即个荷兰以前有葡萄牙，因个舰队经过时阵哦，因化之中哦，福尔摩沙落遐水，而且个岛个所在就对了。伊当然形容词了吼，但慢形容词慢慢大家拢甲用作名词来吼，叫福尔摩沙。所以等于迄个因无停留哦，葡萄牙无停留哦，等于欧洲了时吼，就等于操蛋就对了。讲好，伊经过东南亚一个所在吼。好一个外水的迄个岛就对了，啊，超大电信哦，迄个西班牙讲，哦，真正安尼吗？啊，所以因呢，舰队就来啊啦。因舰队来的时阵哦，迄阵啊，澳洲因俩吼，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，因俩海洋的舰队拢真强哩啦。因就进来，啊，为啥呢？为迄个咱的北部，就是咱的那个淡水哦，即马一个阿门城遐，因要登陆。登陆了新咯，因开始底下顶做啥呢？做东印度公司的一种，因在那做些跳板小侠嘛。因那边主要咧做生意啊，因咧舰队来那边抢一个地，啊底下想要做生意吼。然后荷兰也听到呢，伊讲吼，要真正要个所在，吼，因咧舰队也来啊啦。这舰队来新咯，因为对呢，为台南啦，来安平迄个所在有无吼？有也登陆了。啊，顶了心吼，因底所在开垦，所以即个荷兰即马伫咱台南府城遐吼，要做些留落来，遐一挂古迹嘛。各位留意台南府城，你来看吼，迄个荷兰时代留落来。荷兰是到尾讲呢，嘿，伊想要独霸呢，所以归期安那呢，把西班牙赶出去。什么叫做隆重重啊？重的心哦，因底即个台湾通底弄了38单嘛，都西班牙甲荷兰呐。啊，即嘛，为啥郑成功？啊，郑成功的时呢，因了伫中国去台下，要叫做反清复明啊，所以呢，因过来伫台湾即个家呢，啊，就把荷兰赶出来。所以咱台湾吼，伫咱的近代史内底了吼，拢做人的跳板呐，落做人的基地啦。你讲是荷兰也好，西班牙好吼，因做恁要做贸易，落做生意的基地了。啊，即马过来咧，哇！郑成功啦，一边啦反清复明的基地啦，咱岛拢做人的跳板基地啦。啊，不然因走了时，迄、那个清朝甲因赶走了吼，哇！中国大陆迄、那个蒋介石用赶出来，嗯，啊，甲台湾做呢，也是反攻的基地啦。啊，所以咱台湾的名卡拢安尼，拢往做跳板啦，吼、哦！所以近代史。咱台要有清澈，啊，清澈了是呢，慢慢进入咱个最近的迄个近代史。
啊，最近代史就是我本人，那是近代史的见证者嘛，见证者。所以我今日讲起来，这个心吼，来咱初级班、高级班弄一个概念。咱为迄个西班牙、荷兰一直成功，一直清朝，了为什么咱台湾的地位改变？清朝的时呢，和日本的时哦，战争啊，战刷是迄阵啊，是1894年，清朝战书，甲1895对吧？台湾甲澎湖永远拢挂上挂大日本帝国的皇帝嘛，一个大清皇帝挂好迄个日本的皇帝，伊毋是挂日本政府，毋是挂日本国，你知吼？迄阵从帝王的时代嘛，哎，挂了时呢挂。但是咱台湾迄阵啊，一个历史啥呢？唔是清朝，啊，那是日本诶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哪拢唔是啊？因为当初清朝挂日本的时阵吼，写了挂回呢，认为咱台湾家吼鸟不鱼啦，啊花不香啦，啊男无义啦，啊女无情啦，而且是花花之地啦，啊所以若无征求咱的祖先的同意呢？啊！就怕输的时呢，归了挂日本，挂日本过来了时吼，日本过来接收啊。但是呢，伫台北做巡抚的迄个通经常有无吼，伊拢开晒啊，先啊挂日本啦，因无爱起来反抗，所以个造成台湾亚洲第一个民主国，就是唐景崧，啊，伊个国旗用啥？用几只虎，吼，拿地啊个只虎吼，小弟耐心有时间来用看吼，几只虎吼。啊，所以敌人呢，好景不长啊，无规矩俩就走路啊，就走路啊，你啊，去走中国大陆。所以日本来的时阵吼，以前讲好啊，啊，这既然土地拢过好，我来接收啊。那会知是安那呢？吼、哦，拄到遐迄个原住民啊，即马咱台湾民众啊叫做高山族了，高山族哈，因在反恐啊，这高山族讲奇怪。嗯，啊，你也清朝战争，啊，我那不是清朝的，啊，现在鬼拢挂挂好人了。所以呢，前面讲啦，讲远啊，厝边隔壁咧跋筊、跋书筊的时喏，啊，厝用过、用迄落是，啊，煞连阮隔壁也煞挂挂好人去啊。所以起来反抗，你知影无？当下伫咧靠名的，你记无？武侠事件啦，大八年事件啦，啊个屏东的牡丹事件有无？迄日本人个思想真济啦，日本个讲奇怪呢，啊！你这清朝挂好我是安尼反共社会，到尾知影讲，啊！别这也毋是清朝管个啦，奇怪！这清朝管个干呐西部尔，伫个中央山脉一党个时，根本都还没无关系啊！啊，所以挂挂人当然原住民起来抗争啊！你到尾美国讲，迄个日本讲嘿，啊这边呐，无按照国际，我把他征服。个征服你知影无？所以他派兵过来先吼，用征服的，你征服了不会讲啊嘛？征服的是那贵的，把你清朝国号化的，啊，搞个征服的这山地原住民呢，就统一拢总伫我的日本的手下嘛。所以前后因为一直当个思想的真济哦，啊，你到尾咧，1937年的时阵吼，搞了皇民化，哦，迄阵啊把原住民打败啊。所以讲是皇民化，啊，这个中间的时候，当然啦、啊，台湾那个属于啊，算讲殖民地思想啊，因为这些呢，怕人吼，啊，战利品啦、啊，啊，所以但是呢，日本的台湾这个所在，伊呐用心计较咧经营，你知道，规划设计，包括即马国民党与中国大陆走路过来了时哦，做这样那呢，迄个建设吼。拢是按照日本时代人规划出来。我简单的讲，阮高雄了啦，吼，因为我从细汉出世一直伫高雄吼。讲恁知影呢？迄我阿妈来甲俺讲吼，讲吼，迄日本咧管吼，迄三更半暝啊，你困伫门口埕吼，拢后壁无人来插你啊。你大门唔免关也要紧啦，迄呐暗时吼，草席啊出来吼，也是一头牙出来吼。嘿，你拢伫遐看天呢，伫遐算迄个星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唔惊讲会贼来来抢拢灭呢，啊，这外只中国来吼、哦，不但你乖哦，你做铁门哦，我就说个家当啊，
迄完全无共你啥，所以因伫咱老一辈人发现日本时代来统治，啊，所以你看因的计划吼，一条路啦，拢最起码50年以后，伊袂看眼前的时吼，哇，系啊，车一个坐啊，啊个登记啊，登几月啊，一届几月，甲设计几十栋的呢？人日本毋是啊，一届就50栋，就100栋。高雄较早的时吼，你规划。迄阵啊，小港的时吼，也无虾米人。中华路伊就规个安那呢，100米的。哇，这100米的，结果唔是啦，国民党的时候就要赶紧吼，叫做减半呐、啊，这减半你知吼？要小港机场迄搭人拢100米的呢，啊，叫拢减半。所以你若高雄去看迄吼，迄种啊，要按照人日本的规划设计，但你个无用规套的，拢用了半套的。所以可见呢，虽然日本当初把咱当作殖民地来看，但实际上呢，因用法治啦。所以法治，你若对政府不办违法的吼，跟他呢去拘留29天啦，因知吼，拢无超过1个月，啊不，从个共产党小强吼，拢无超过1个月。但你国民党内底吼，你该当作讲是同胞呢，阮的一判都判10多天呢，迄足奇怪吼。啊，所以日本敢统治咱呢，讲是殖民地。你若要反对日本人，关系就高岗了啊，拢无超过1个月啊，差别在即哪只呢？啊，所以日本人家统治的时，老实讲，尽咱老一辈做怀念，咱少年一辈吼又无经过，唔知啊，一个法治，一个人治啊，迄完全无同吼。所以我即马讲，迄、那个日本来的台湾即哪只时吼，是因为经过马关条约。就清朝把台湾片哦挂予大日本帝国皇帝，因为即个时候是喏开始用殖民统治，但是安那呢？甲战争中的时呐，伫1945年，伊1937的时阵吼，就做到皇民化。1945的时阵啦，伊伫4月7日，啊，大日本帝国皇帝伊发一个诏书落来吼，伫把咱台湾这个地区即个家吼纳入啥呢？纳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不是殖民地，不是土著地，而已，就是咱会当参政，咱会在那参军呐。来，以前袂使，以前的时吼，因为安那呢，因为你殖民地都袂使，真哦，伊袂使甲咱调去做兵啦。但你呐，正式纳入大日本帝国时，你会使。所以咱有派三位去安那呢，去当家参加吼，伊参伊个迄个国会的开会，啊，佮另外呢。就是咱有伊安那呢去做兵啦，好，所以咱有亲戚兵有作战的南洋去作战，啊，就无倒转来。所以即卖呢，日本的靖国神社内底有咱台湾日出大军，即英灵啊，拢总有39100位的英灵，放伫日本的靖国神社。所以即届呢，阮就是12月2日，吼，12月去参拜日子，那阮是二去啦。二是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啊，二三是迄个天龙作寿的啦。阮二就是去啊，啊，拜咱的英灵就对了吼。啊嘛，昨日啦，就安排啊日本的首相，吼、哦，伊也去参拜吼。啊，引起一挂风波啦吼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中国甲韩国一直咧反对日本的首相的时阵吼去参拜，当然是政治因素嘛。因就讲遐。有怪10几个吼，嫁接战犯呐。啊，其实你讲什么战犯，你的所在心吼，拢为因的国家、因的认知来的，因遐拢是为了国家牺牲性命去的啦。啊，当然呢，迄、那个较早首相东条英机，迄是经过审判了后，伊讲是日治大战的战犯呐。所以，伫中国甲南韩呢，一直咧作刺激的就对啦。你为什么去拜迄个战犯呐？是毋是中国最近的媒体吼，佮讲啥呢？讲安倍迄个拜鬼啦，还好奇怪吼。讲咧拜英灵，讲因是讲咧拜英灵，啊，即摆中国也讲是咧拜鬼啦。啊，人往生伊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讲咱台湾政府是喏，为什么要组团去？就是因为有咱台湾人吼啊，有大钱的心喏，伊为甚咱的母国了？对日本迄阵啊去作战，迄个空袭台湾是对呢？下来时阵就讲，啊，这日本人空袭呢，啊，戆戆一段啊，啥？那是美国人空袭吗？为啥？那迄阵啊是要上日本的啊？
咱的时代人好，啊，包括我好，我是迄阵仔算，还算是本因啦嘛。因为你看下先咯，一九四恐吼，就交合十五年啊，哦，交合十五年，一九四恐，迄阵还个大战中嘛，大战中的时吼，我迄阵仔算是本因啦。啊，所以，伫咱的时代人，伊根本正港个，还个是日本人，啊，咱是日本因啦。啊，个鬼以后生吼。第九月七日啦，1945年，1945年也是8月15日，因为原子弹的关系吼，所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嘛。一当然九月七日的时吼，那迄个马加萨是160，叫蒋介石就军，伊是反动军呐，但马加萨是联军最高统帅，所以下令叫蒋介石暂时来台北，就是迄个中山堂遐吼。接受迄个受降的典礼啦，啊！这受降典礼呢，唔是讲要台湾福利呢，唔是呢，吼、哦！受降的典礼，啊！所以咱即马来请新闻前吼，拢用1945年的9月7日以前甲以后做一个分水岭啦。那你九月七签以前生呢，包括迄日，拢也算是本因啦。所以你签的时阵哦，那迄日甲这个以前的。都唔免请四大人嘅，都唔免用四大人见面讲你是日本人啦，还是日本嘅后裔就对啦。但啊，1945年嘅时候，9月73日了，啊，歹势，你也请恁四大人嘅。好，所以咱在座有人要无请咱台湾身份证嘅无？请一举手一下，要无请嘅？啊，无真济嘛吼，大部分拢有请啊吼。啊，请嘅是要无请嘅人吼，恁等于来甲恁国酒。你想对酒的人，那是恁国酒来的请，因为咱需要证明咱的身份呢。主，你也请身份证。在咱台湾30-40年来的时吼，无咱家己的身份证啦，无咱家己身份证。除了这个的时呢，因为咱隔壁国，咱隔壁国是真重要的。是讲咱呢，日俄大战结束了的时，你美国是在占领国嘛？你占领国的时阵吼，你无大无事，你用军舰。迄在蒋介石中华民国，因来走都无当去的，啊！你走走来即个遮咧管咱呢，咧糟蹋咱咧，咧凌迟咱呢。啊，所以呢，那个1946年规拢敢改啊，无经过咱的同意，就改做中华民国的。所以，阮的四大人，阮的阿嬷呀，规个也过个清朝，过了个日本时代了，规拢改做中华民国的。啊，包括咱是日本人啦，改做中华民国，所以违反啦，违反了国际法啦。咱的国际安那呢？迄国际的心，别人改心哦，爱经咱的同意呢，无鬼拢改过。所以安那呢？鬼改过了心吼，当然啦，咱迄阵也无多啦。为什么？如果咱的母国日本的战败啊，安那呀战败拢逃离离啊，都犹在人安怎样啊？所以伫咧经营时啊，大的都默认，几乎的获得到60几档就对啦。所以咱伫中华民国内底时呢。迄、那个刻在心上，中华民国，咱当时的时候，他变作中国人去啊！啊，所以咧，感觉奇怪，我多咧。伫教育一来的时阵哦，一直拢爱教嘛，投回祖国的怀抱嘛。诶，咱现在从细汉的时哦，一直拢咧读这些时哦，就开始啊，皇宫大陆去。哦，啊，伫咧时哦，伫读七八派咧哦，啊，那迄个时哦，因咧讲好切咧，10月25日，哦，啊，就10月25日，啊，就安尼，就当。也订会啦，吼、哦，也、啊、得唱啦。即款都唱的时候，即摆段子知影讲，哇，还在玩弄哎，哦，迄什么功夫咧？迄中华民国用拍和日本拍到走了，拍到底呢？拍到重庆，迄美男山顶啊，你知影无？迄若卖讲日本迄个拍美国哦，和美国翻头，吼、哦，甲日本拍败哦，我讲中国无伊啊，而且伊走重庆的美丽山顶啊，你知影？啊，所以讲呐，这就是。这个是哦，历史吼无同款的转捩点呐。所以咱台湾迄阵仔时阵，迄、那个美国的时哦，把遐载来，啊，过来想讲，啊，为什么个载来？为什么迄、那个？伊即摆咱知影是美国军舰咪个载啊？啊，伊战败了时哦，过来吼，爱想这个问题就对了吼。因为你就在战了时阵，伫美国。因为伊安那咧，伊战略上会改变，所以造成咱台湾的命运无同。为什么呢？
伊本来啦，军事上哦，叫做主导攻击啦。我这块岛攻了，佮换攻别块岛啦。来，伊伫硫磺岛的时候，死伤真济啦。阮这个到伫美国的时候参观哦，好，华盛顿 DC 呀，就是硫磺岛遐吼，伊那美军呐，为了要插迄个美国国旗的时候哦，死伤够济啦。阵地就是安尼啊，对一个旗啊插起来，迄就代表伊胜利啊。啊，所以死伤真济。所以麦克阿瑟安那呢，讲好啊！我若过来拍台湾的时候，攻台湾哦，啊，唔知道要过当咩师兄偌济啊，对啦。所以呢，伊改变战略，就越岛攻击啦。吼、哦，我跳过台湾，我要攻击本未来的时候哦，结果我讲要攻到你门口埕啦，就忽一个位乌金澳遐去。所以跳过咱台湾的，造成咱台湾一个新的命运啦，就先来。如果一阵啊，一阵就想卖改变你，盯着咱台湾的时候哦。但是说可以美国托管，托管了就搞联合国啊，是安怎？好，以后咱台湾家己自民主管，可以未知数啦。但拢过去的事啊，就有当回想讲，奇怪，咱台湾的命卡呢？美国无大无小的，这个岛咧应该跳过你个呐。所以跳过奥基纳外是呢，1972年喔，就20年后啊，1952是签迄个旧金山合约啦，20年后。我见老外先呢，因为政治协商了，就归还到日本了。但咱台湾呢，歹势就无多了，有这个命运呢。所以日本一个美国，伊统治这个占领我见老外先哦，又发啥呢？发身份证给伊，就从咱即嘛的身份证。但讲安呢，啊，我要国外旅游要安怎？又佫发啥？发叫那个 travel document 哈，就是旅游证件呐。啊，所以咱今仔当兵政府是咯，嗯啊是安那呢？有咧可咧啊，哦对不对？你当初屋企佬那是你占领的，你发身份证了后，佮安那旅游证件，因为我要去国外旅游啊，唔是讲来你要美国、日本尔，啊我要欧洲啊，啊你变安怎？因咱无 passport 哦，啊咱唔是一个国家，啊咱无 passport 哦，你有国家卡就 passport 嘛，好、哦、都、就是护照啦，所以咱呢，就一步一步来佮争取。所以咱个美国也是第一啦呢，咱本土单人无国籍，也即熟悉啦。本土单人也无呐国外承认的政府，啊，即也熟悉啦。有些中华民国唔是代表咱台湾嘛，也遭落流亡的嘛。第三是，你美国按照旧金山合约23条，你是台湾的占领国嘛，即种熟悉嘛。所以当初咱个美国的时阵吼，老是讲咱的秘书长啦。伊把资料准备了做详细，包括安那咱是国际法律内底先哦，免那拍这个官司啦。所以我当要加入咱当兵政府以前的时候，老实讲，我那伫迄个门外吼，啊，伫遐咧行来行去咧，为虾米？我来看迄个门内是咧变啥物啊？吼啊，所以伫门外看，嘿，奇怪，啊，个别国先啊，个人啊，阮政治受难者吼，当然我做无当啦吼，看吼。哦，迄、那个绿岛拢总共啊，总啊共啊15栋啦，一个12个加三个啦。迄老时间我那讲迄段迄个趣味的代志吼，各位听啦吼。就最起码，我是国民党的比害者，我哩个个别行。所以我当前讲当民政府的时喏，个别行时阵喏，我真好奇呢。有你唔是国民党中华民国比害者，咱的秘书长是中国比害者呢？哈，迄过来个过一个时阵哦，总用强人呢。吼、哦，迄有机会，迄必须你甲因讲了啊。即我唔免讲这段了吼。那、哦、最起码我讲，你伫中国比下啊，但是伊各家各行。所以我好奇了，就买了吼。甲看，吼、哦，原来伊那伊标的来就用啥？用人权，用战争法，用国际法，用旧金山合约，可以过呀。迄即个中间来来去去几档个呢？迄边律师唔是讲随便接啊，唔是讲从中华民国迄训练律师吼，迄领衫吼穿黑白啦，迄黑白你知吼，黑白龙军啦，你有钱来了啊，管在你黑啊，黑我甲讲到白啊，啊你也无钱咧，白变黑啊，所以当中华民国设计迄个衫咯，我感觉足奇怪啊呢，吼，但美国唔是哦，美国是必须讲啊，你有充分的资料来。啊，从资料伊个判断，人家讲 OK， 安尼行咯，你汇钱来，
吼，律师偌济咯？啊，一定吼，美金的啊，唔是咱代表，6万、5万甲6万啊。你知吼？有哪5万甲6万？啊，不然爬拢6万。6万较早好代表180几万。你啊想，早期的时候，咱无参与，遐遐出钱哦。所以我入来了，哎，该出来出啦。安尼出的时吼，用钳的呢？咱到底要钳的，你知影无？3000、5000安尼钳呢？啊，是不要钳100几万啊？要过过过迄条线咯？刚第一点你就无钱，还是要过啥？你资料话充分也无效啊！嘿，结果咱有一个东西吼，竟然摕一个土地去抵押呢？在县长吼，这个名号也去抵押呢，抵押150万吼，啊，做7级的线，然后800几万寄去隔壁公了。虽然一线的线人呀，黑律师接到咱资料了的线咯，老师讲讲，哎，这也是过级，因为你。那5分5分了，律师公会使加强，伊这个国际法律的，但个别国是唔遐简单呐、啊。所以东安来法院接受这个件的时阵吼，咱就讲已经赢一半，你知吼？迄个无炸了大热灯来啊！那像阮政治受难者，迄阵大公要招一辆出5万呐、啊，迄个啦，我你阿无迄个阿无一个摸料拢卡得灯来，你知阿无？拢好多灯来啊！诶，表示呢，资料准备了无充分嘛？而且你各所的标的那么做清楚，所以咱必须对一些标的做清楚，你不要换一些心渣看嘞，还不唔对啊？于是大前了时呢，你这个国籍是中华民国来，也该能改嘛？当初是清朝，伊把台湾票挂予日本大帝国的时阵呢，日本来遮，那好带你台湾去来遮的人吼，两当的时间呐，迄叫啥咧？变更国籍。所以日本的宣布，两当后，恁大家看卖，恁若要去做大清帝国的国民，安尼第一，恁会使当伊；第二，你要当家呢，就变成外国人考虑这条家了。第二是，恁若要变更我大日本帝国国民，人按照国际法呢，两当的时间互因考虑啊。结果两当后，换日本正式的宣布了来，有啥人要做我？日本的方面呢，要做大清帝国，迄阵的话者呢，有4000几个要做大清帝国的人就对了。所以咱若讨这个旧的天本内底吼，你若讨到华侨的吼，你唔能见笑了。迄是恁祖先吼，恁的祖先无爱等于中国呀，啊老了变大清帝国变做华侨了。所以奇怪，那本土当人哪会讲会变华侨呢？那了就是有这段了。啊、所以中华民国来归拢改革的时阵吼，无征求咱的同意。你来按照讲哦，从日本的呢，和伊个和主地之人来，两党后恁来选择，要做我中华民国的，还是要去做日本人的，对不对？结果无。好、哦，所以这点呢，咱个别国的心吼，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美国接受啊，啊，无唔对啊，啊，这个。本土的台湾人甲住伫台湾的台湾人差别就对一大，英文都差一字啦，但意思完全拢无同啦。所以咧，旧金山合约内底吼，伊写啥呢 ？The people of Taiwan。啊，即马伫咧美国是伊承认中国了后吼，因做一个国内法，叫台湾关系法。台湾关系内底呢，伊写咱台湾是来写呐 ，The people on Taiwan。哦，各位吼，恁大家啦 ，People on Taiwan 就住伫台湾这台湾人啊，啊，其实呢，有含外国的，啊，佮有中国的，有遐流亡走路的，所以讲遐移民遐，伫中国对这移民是讲啥？讲难民呢？中国因讲这批人吼，怎解就出来的难民呢？啊，咱呢，因呢讲啥？讲农民呢？吼、哦，啊，这农民佮难民吼，即马中国遐伫个福建平潭岛遐。大兴土木啊，就是要容纳因这批难民呐、啊。在中国，因国民都唔敢讲，啊，恁台湾做些钱，安尼歪出去啊，卡在遐不毛之地哦。你若看平潭遐，结果即几当来了开始的时阵哦，吼，像国民党做些大官拢已经伫遐，拢伫遐建设，拢用恁台湾钱。啊，讲者较歹听，叫做伫遐放晒荷叶，你知影无？嘿，已经投资，哎，唔是投资尔，用咱台湾人血汗钱用过啊！
你记马英九的时候，特别选第二任以前有无？刘俊那个从半当啊，结果有党外人甲统计，统计啥？一条3000几元的钱吼，已经拢开去啊！哎，奇怪，啊，你马英九的时候，为台湾头甲台湾尾啊，拢无啥物建设呢？啊，一条3000几走对，当第二任伊当选的时阵吼。我有找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呐，吼，因为咱是资深的民进党员，但咱无参与迄个民进党的迄落，因为了解了先咯，咱插民进党加了力的嘛，吼，咱就讲插迄落台联也好啊，啊，就讲海外台独联盟也好啊，迄拢加了力的啊，拢加了咱时间呢，迄对台湾都无法度有改变，提出国际地位嘛，第搞袂清楚，美国是在占领国。日本皇帝时代，天皇伊还阁有只王爷主管啦、啊，啊，咱搞袂清楚，咱切也无法通读，所以一寡含咱牵连的军山河的也无法通读，拢无法通了解。我有迄个做律师的啊，伊拢读过法律研究所的，我问，安恁伫学校是有读过迄个军山河的无啊？讲无啊？啊，你要想，专门咧读法律的人都无读军山河的，何况咱一般呢？啊！所以拢戆戆伫社会咧对对对对几十档个啦，计来面子拢出去伫行街路时拢发现咱台湾当是咱台湾个啦，咧发几波有无啊？有恁个无啊？咧无啊？发个是即马中华民国引力机啊，咧名字啦，中国遐来陈云林一个当署长娘娘嘞，连机啊咧唱唱起来，甚至警察压掉伊，每日当参观的白家迄个中华民国机啊，叭叭起来。啊！你有感觉足奇怪无啊？通常的时候，中华民国为什么记着遐来时拢成一高尾啊？啊！顶在咧保护什么人？当咧民进党诶！啊！咧台联呢？啊！咧摸咧大腿，摸咧新书牌啊！这个新书牌伫中国大陆的时候根本袂用起啦，所以应该走路派来，你知影无？啊！派来在台湾的时候，吼、哦，安种足强势吼。所以到三省上呢，伫1947年的时候，甲一个二二八事件，这个白色吼，我慢慢讲出咱这个白色来。迄二八事件，各位，甲年纪较侪人知影，迄是1947年的2月27日，唔是二八咯，27日，伫台北延平南路遐一个咱的阿婆啊，咧卖粉，较早咧卖粉一个粉粿啊，各位知影吼，细汉时阮拢知影一个粉粿啊，还咧卖粉的啊。我们是讲即卖吼，迄7-11啦，上面拢有迄落咧卖粉 MC， 一个分家啊，尔尔。结果呢，有迄中国啊，技师咧就对啦，伊讲袂叫的人。伫现场到底发生啊，咱唔知，因为咱唔是在现场。但事后咱就知影，迄阿婆啊，手无寸铁，也无啥物话，你为啥牙签啊拍死？这点的时喏，社会为啥物呢？你日时暗的时喏，围一大堆人，你知无？啊，愈围愈济啊，但是。已经暗嘛，所以我拢等于困啦。但隔日就是2月28迄日，吼、哦，透早的时阵吼，为各方面的人挨挨叮叮啦，唔知有对来啦，拢来迄个现场遐看。有人就讲，阿伯咧直接来遐用拍嘅，可以四中国啊，吼，在在场都恁个知影吼。为什么佮结成迄个民怨？因伫1946年就过来。一九四六，英格兰新一党内底啦，一党内底哦，挥挥乱作，抢啦、强啦、干啦、杀啦，所以引起全台湾的民怨，你知无？所以讲你1947年的时候，开始造成哦，这不是个案哦，这叫做通案呐，通案。所以你呐，如果讲因这中国兵啊过来吼，那无全台湾跟咱武装跟咱交谈哦，根本二八迄日哪有可能发生呢？为啥要去民怨呢？咱阵也无行动电话，啊，讲起来无 B B 扣啊，甲一支电话咧摇咧摇咧吼，规个枕头甲一支电话用摇的呢，都市内底也无啥物电话啊。啊，变哪会让消息较紧？为北部、中部、南部，阮高雄是3月7日，这个消息来甲高雄，你看，吼、哦、啊二八，伊阵也无二九吼，二八，你看五几年传入阮高雄，这个中间呢为北部甲嘉义啊。你也是从火烧高寮，你知道？嘿嘿叫，为啥个三省啊呢？
所以因利用这个机会是台，把咱迄期的这精英啊，遐真侪这些稳住了。咱做医生啦，做老师的啦，做读书的啦，迄个杀的。咱在座几大家唔知道有迄种吼，甲亲戚朋友是不明不白，总吼三更半夜叫伊拢无倒转来，甲这消息拢无的无，一定是有。哦，包括阮的亲戚老学呢，阮亲戚是好运，就阮阿叔做医生，甲迄个拍到即大只尔，伊做医生啊，啊无迄个讲伊啊，拍到了知影吼，好个再来救转来。老师讲阮阿讲这段吼，迄、那个二八内底吼，啊二八的发生了的时阵，开始呢就地发挥啊，啊讲就是迄个共产党的安怎样，迄单义安怎安怎样，就地发挥。其实伊的时那呢，灭啦。控制台湾用杀了，看恁会惊未？杀鸡儆猴，一台台十外万人，你知影无？到这人，不然咱的精英断层呢？包括说二八受这遭殃，这家属活到真惊噶吼，还敢唔敢出来认领？你知无？虽然有同归共产的要来剥削因啦，但到真话，还佫惊噶唔敢出来认领。所以你看恐怖到这程度，叫做白色的恐怖了。白色的恐怖哈，所以二八的时阵，迄个把咱的精英断成了时哦，伊就开始一段几十党内底，当五控年薪开始搞这个白色的呀。迄个白色呢，就透过因安呢，伊个交线，就警备总部内底时哦，伊会当掠人，伊会当审判人，啊个当个人个枪毙，迄个一条一条边的啦。迄个那军事独裁专制国家，较属安尼啦。啊无咧，掠还掠，啊审判还审判，这边枪毙另外，唔是？伊警备总部说较早，咱老一辈人来听哩，警备总部吼，拢口尾拢要练去啦，就是安尼啦。伊宁可啥呢？错杀一百个，就遵守伊怎啊讲的啦。我宁可错杀一百，就别宁可别使放一两走啦。所以伫迄个白色恐怖内底先。咱真侪安那呢？从咱这咯，从阮吼，有人讲阮是有真正迄个臭破皮啊！安那臭破皮啊呢？啊，阮是真正要护你啊！你真正你是走路见惯，你外来见惯，所以阮那入去读军校，阮那是要第一转去入军校来讲来，入去在学功夫啊！吼、哦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这个心态。所以阮是块同学呢，会走去读台大啦，读啥等下来。东海大学啦，阮即个即批呢，就讲啊呢，要即批走路的吼，若无赶出台湾吼，咱台湾无前途啦。但迄阵啊，咱少年的想法吼，吼，迄是梦想也好啦，理想也好啦，空虚梦想也好啦。但最起码呢，迄一个阮的追求，迄、那个中心思想，就阮迄阵啊读册时就开始讲啊，即批的真正走路过来啊。吼、哦！啊，为什么二八的时候把咱吞大交代了这？所以我一直咧听阮阿妈讲哦，讲恁三阿哥啊，保持个完完全全是安那呢？阮阿妈时候讲，阮阿哥现在要出年哦，拢叫伊啦，抹黄连啦。我个你知影吼？阮阿妈拢准备黄连，黄连的时候哦，若要出年，吼、哦，那个抹个黄小小啦，面啊黄，啊手骨啊个高高的，那成个吼。黄生就对啦，好呀！中国兵啊，看到吼，就闪啦。讲这唔知什么兵卡安尼黄生安尼吼，其实是阮阿妈的，所以阮阿妈是真正是吼，迄、那个白卡翁白卡吼，嘿，够真了脑筋的啦。阮阿妈在清朝的时喏，三寸的呢，你知吼？起码恁都无看到啊吼。迄白卡的时喏，若要洗卡吼，迄两个布吼，都规条德哥拢伊迄个布啦，规条德哥哟。迄、那个布够长诶，就对啊，迄个扎扎卡诶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一条一卡吼，它一支德哥啦，啊，两卡带两支德哥啦，阮细汉是拢有倒收着啦，来收阿妈迄、那个，咧扎迄个卡诶，就对吼，啊，那洗头啦，迄洗头洗起来吼，吼、哦，还得挂长呢，阮只孙啦吼，就管咧，甲倒起迄个一头毛吼，吼、哦，按伫洗伫咧绑伫咧绑伫咧绑咧。可见我阿妈是为了清朝迄落滴哈，所以啊呢，奇怪咯，我一愈大汉的时候讲，吼、哦、阿妈实在厉害，
伊安那呢？我阿公早去吼，伊安个培养吼，七个查甫个啦，就拢我阿叔啊，叔阿培，我老爸第二个，啊个三个查某个，啊一个啊北卡做人，因咧维持十个人啦，啊个即个咧读个医生，读个工程师，吼、哦，我那伫愈大哦，对我阿妈是愈尊敬啦。啊，尊敬心哦，有一人代志哦，各位哦。你那外围无人听到啦，电视也无人看的啦，吼、哦！我对我那嘛是尊敬到啥呢？迄、那个有一个士兵得啦，我头时喏，第一届我的考得啦，陆军候补军官班啦。我做伊要读的时候，我老爸反对啦，吼、哦！伊讲你军队也无关系，也无啥读得迄，迄人讲好人不当兵啊，什么什么我讲吼你，吼、哦，我多，伊讲你也要去哦。六个月，咱卖烧钱啦！吼、哦，打仗个呢，搞不到，啊，身边就拢去啊！啊，要去个时喏，伊阵啊，拍一个女朋友吼，就是警察就对啦，警部了吼。啊，即摆拢为着吼，免两个出来上好吼，一直拢请假啦。啊，军队请假你知影，啊有证据。啊，你请吼，请假拢无假啦，吼、哦。有一个你知影无？总叫因大人拍电报吼，去台中一个训练中心，台中遐啦。讲啥？讲因阿妈往生去啦，啊因老婆阿妈吼，啊当阿妈往生去，往生下杨顺公吼，这因会当请假，因为阿妈是主事的吼，吼会当请假，你知影无个趣味呢？无代无钱吼，迄部队的迄个辅导官吼，要来个念香啦，我系啊，啊要念香吼，接到消息讲要念香哦，吼，光阴就找我啦。啊！在身边的阿弟部队啊，第一个台中训练所迄阵来呀吼，啊，我迄阵啊，我到尾是读陆官啦、陆官啦吼，迄、那个不管阮老爸反对啊，我就家己入去啊，对啦。哦，迄、那个经过一冬后啊，即马讲要念香安怎呢？哎呀，啊要对念啊，啊无虾米话。迄阵伫车头吼，公车头对面遐吼，即马盖起来，较早一个明春女校较细间个啦，啊，佫较过一间中春女校大间个啦。啊！我迄阵拢伫民村，你是遐开会啦，伫民村你啊楼顶开会吼，所以伊也敢判遐当地讲，阮有伫遐咧开会啦，吼、哦，这几点吼，迄个是阮革命的所在吼，革命起起的所在。即摆咱呢，讲系啊，啊，但无呢，当迄个所在吼，设一个临时堂啦，临时的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临时堂系啊，啊，无相片免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呢，我拢走去甲阮阿妈吼，去偷个一个相片啦。我阿妈唔知呢，啊，头橡皮吼，甲放大啦，啊，只放大心吼，落去摆地啊，临时做一个灵堂安尼吼，迄日迄个辅导官甲传令兵来吼，嗯，啊，伫遐磕磕拜呢，啊，咧磕拜吼，遐迄个阿爸阿爸吼，你落安尼啦吼，啊，即嘛解释讲安尼，讲因吼伫在庄卡啦，就是燕巢迄山内庄卡吼，迄交通不方便哦，袂当去啦吼。啊，所以才设的是临时的灵堂安尼啦。嘿，啊，这哪有后果呢？这个哪有后果呢？吼、哦，我这个代志吼，我对我嘛作尊敬的吼，作迄落吼，你知影无？十五当后啦，就是我绿岛出来了吼，十五当后啦，我只阿哥吼，阿哪讲的？用再完啦，再完啦，恁阿妈吼要往生以前吼，有讲一个啥？讲啥？讲，哎呦！啊，我知原来咧王孙啊吼，看阿妈阿爸往生的，啊，相片就照人去磕磕拜安尼啦。哇！哦，我十月当来了吼，我听着足艰苦哩啦。我管拢招管阿妈望去，家讲讲阿妈这样，真啊王孙啊，我都有滴朋友啦吼，有滴朋友阿无征求你的同意啦吼，安尼。啊，所以讲管阿妈先咯。真正为头家迄类心哦，我会随走一家蒙家会失的唔对。你我讲吼，我阿妈是做你啊，迄白卡的心，我当有是三阿哥阿哥，包括阮老爸拢拢七个兄弟姐啊，七个姐吼，为了日本为读工程师为读医生，吼，所以我对我阿妈吼足尊敬的。啊，无代无志，这个相片吼，为着朋友啦，无正月同意啦，阿哥阿那好个在无骂呢，用啊，咱这个戆孙啦吼，吼。我听着心酸哩咋？啊，所以日本伊个第一个啊呢，第二摆事件时喏，
我阿妈落这个智慧，和阮只阿哥出去当不红莲，所以你大呢，伊是感觉讲吼，讲国民党伫即搭只，各位只少年绝对唔知影，迄二百是阮阿参谋，阮只阿姐要出去讲王进啊，看病人啊，那一个医生是无国籍的，无迄、那个无迄个敌人，无啥货医生哦、喔，结果呢，拄着只中国兵啊，哈，那些骗子的管理医生都无医生啊。对不对？来骗着，好在我那就是医生拢家己白吼，白靠伫这个墙阿边，啊，家己安那指挥啦。啊，阵也无电话，要甲三公啊，我暗暝不该做的。对，阮头前的吼，伊早时啊四五点啊巡残水，你知影？啊，巡残水经过遐看到，啊，讲哎呀啊，伊进来你看你这大家，未啥讲也讲这大家安尼尔，伊看哎呦种火啦，吼、哦，哎、啊、就知影讲。伊落遐中国兵啊派，光因倒来时阵吼，你也想，我阿妈做总指挥啦，吼、哦，迄阵遐接啊，为我阿哥较细汉啦，为头乡中为遐拢个做细汉咯，啊那呢，就叫吼、哦，对一个去门口条收德哥，吼、哦，啊就一个光因了，阮接啊为了招伊收德哥咧，叫老表迄个迄啥呢？去拔迄个门市板，门市板较早无单价嘛，就拔起个门市板啦吼。哦就是要准备耕人的啦。吴伯雄因迄、那个，因个爸还用扁扁的心哦，就是啊，门信办耕的啦，吴伯雄啦。所以我讲门信办，我知影，我阿妈叫阮家拢就，你办门信办。哦，啊，我叫阮老爸哦，去啥呢？迄、那个被单吼、哦，八千啊被单啦。啊，佫叫一个进来，迄个安那呢？迄成果来咧揢红哥啦，因阮了咧无贵，你知影吼？迄、那个无啊咧无贵吼，拢有迄红哥啊。红哥的心哦，伊就啥啦呢？就是迄个皮单白啊！啊，你红哥的心哦，叫阮老爸哦写一个大十字啦，吼、哦、用皮单几领哦，十字啦。啊，然后呢，迄、那个德哥吼、哦，就是迄个披萨德哥啊，总用个吐起来吼、哦，就变作红十字啦。你知哦？啊，迄、那个门市板吼、哦，讲来哦，吼、哦、啊，行出来个红变变的，我阿妈吼就指挥啦。恁只孙仔拢出来，吼、哦！阮只孙仔对伫后壁，头前红十字安尼行了，成一个队伍安尼啦。迄个惊啥？惊讲吼，因讲恁只是毋是啥物？啊有囡仔嘛吼、哦，所以安尼足安全。去搞阮阿静吼，遐光咧，光来走伊吼，迄、那个上山下开后咧，民生病院总救我起来。所以一摆时吼，我伫即个过程吼，为啥对我阿妈心吼足尊敬？你看即个心吼，即、這个。我那即发生代志呢，还成总司令安尼呢？啊，我他妈阁唔捌字呢，我他妈唔捌字哦！啊，竟然有这个头脑智慧力个啦！哦，所以迄个二八的心就保护我的阿哥，我就讲啊，真正阿妈是厉害，大人家知影讲什么啊，叫莫红莲就对啦。哦，这些呢，所以二八的心哦，咱呢，尤其我高雄啊，三月七我到了高雄。一个咱高雄一个名人吼，就是迄个偏教授偏明明因老爸，也做医生啊偏辛苦。我的代表之就是要受伤遐，哦要谈判。结果人家讲吼，不杀来使啊，迄来使就是来大赛就对啦。吼、哦，你传回去了。结果呢，咱的我的代表那是用变变去啊，我的代表吼。所以咧偏教授的是偏明明，伊咧一生不爱做中国官。伊若要做中国官吼，就无林良港啦、李登辉啦、说吴伯雄伊来分就对啦。为什么？伊学校有够悬的啊，所以啊，愿意做啥的？台大政治系教授的主任啦，系主任嘛，你知道伊拢不爱做中国官。这批教授因在离阮高雄，所以阮的高雄是你唔知啊吼。阮较早无好乡中遐，比阮的前辈啊吼，拢更卡紧啦。伊北部是更臭了，北部吼、哦，迄个人都要挖回来吼、哦，伫现身呐、啊，现身公法，因更臭，啊，你更臭过了几摆，但北部即个只伊安那呢，迄更臭是更臭，啊个加一门落就对了，拍成，啊到那呢，你拍到即个时阵哦，头前伊就掉了，掉了心哦，突然间这边人拍伊心哦，都拍无掉。但又掉了，已经填海了呀。所以这两个想办法就造出来，所以加个一个河堤哦，
北部用用迄、那、落、個、啊，南部呢是更卡紧，更卡紧的无一个会当走的。伊阿兰山为阿边这卡紧这个所在，将吼拢更贵，规排拢塞起哩个卡车顶管了，为蛇王贵个啦，规卡车卡车卡车拢填起蛇王的，无一个活的对了。这是一个事实咯。我刚要读乡中的时喏，我若受着我咱早期遐前辈吼，无怨无故安尼一卡车用的时喏，心有够痛，有够心酸的对吼。真正是呢，咱无加好笑，无加油加醋。即从细汉的时喏，一直听阮四大人，阮阿妈一直咧，阮阿妈一直咧讲吼，二八事件是迄个白色吼，即、这个白色的恐怖。是真正遐个恐怖的，一甩掉迄是二八事件，即马接着你看呢，就是呢第二站呢，迄白色恐怖的时喏，就五矿年年代啦，以前迄阵那是伫中国大陆时喏，用炮白走路，因为1949嘛，啊那是四七二八事件的四七啦，所以四九中国大陆炮白时喏，拢走路过来，你走路过来，伊就实施那是用戒严嘛，规个安那专台湾。都戒严，所以真侪安那呢，讲唔对话，三更半夜掠去的，就是安尼啊。啊个在阮有经过审判，伫这以前的时喏，拢无经过审判，迄偌济人吼，拢掠用布袋啊，布袋布袋吼，安尼袋里吼，啊咧掐死一个5块钱呐、啊，掐死一个5块钱呐、啊，为啥呢？用布袋呢？我个门口就讲啦，安尼布袋个，唔知啥物人甲气死的，你知影无？所以呢，惊死啦！因为中国兵也是啦，掐死一个5块也惊死吼，所以用布袋安尼起来，啊，佮掐死一个块。所以阵啊时呢，我1962年二连保安处的时喏，伫西宁南路啦，即马有双子林大厦，我两栋老厝遐，较早我就关伫遐。迄日本时代叫做东本关系啦，就日本伫大东亚战争的时阵喏，遐是个特务的所在啦。然后国民党来呢，伊跟美中部来伫其中保安处搬伫遐。所以，阮去的时阵就困伫遐，阮伫地下室，啊，地下室下骹，啊，个地下室，后来三更半暝吼，有迄个惨叫的声，你知影无？咱听讲奇怪，啊，阮阵那20几岁尔囡啊，吼，哎，奇怪啊，地下室，啊，下骹有惨叫啊，所以阮好奇咧，咱问遐老兵啊，吼，因为老兵啊，伫个迄枪战当啊，伫个老兵哦，我问讲奇怪啊，下骹地下室是啥物？伊讲啊，你不知道。伊安那呢？伊讲下骹一间迄房间吼，两边为铁夹吧，你知影吼？迄铁怪兽的铁夹吧安尼啦。伊讲迄人拢杀入面吼，啊，拢安尼夹来吼，拢变做肉酱啦。然后顶悬吼有一缸水，个冲下就出去啦。你知影？拢为下淡水溪边出去吼。我听起来讲，我靠，这个代志啊！啊，你不晓得，你这个小孩子，我一转弯几遍笑脸啦，讲你这个小孩子，所以讲吼、哦，用布袋敲死五颗，那像这老兵讲的呀、啊，啊这夹啊夹的，然后用那个水来抢水的吸啊，所以讲讲啊，讲你们现在好了，啊个上面呢，上面啊个做笔录，啊个审判，还有判决，讲你这以前的些讲无啊，就是安尼处理啦。所以国民党伫台湾，你看我那残酷，我那残忍呢？你各位大都无，拢无经过这心吼。所以我有经过这段白色这个恐怖的心吼，对不对？就这个白色恐怖，迄二八咱听到，然后我国人了后心，就白色恐怖。所以我讲为什么讲白色之念了吼？这个白色恐怖的心咯，我讲过也是那个蒋介石通敌来对吼。有一寡呢，你听也介上好笑，但是拢是千真万确的代志啦吼。各位，另外有一个书呆吼，书呆都毕业了吼，伊读煞个啦，他们拐社会吼。有一间校伊也教册啊，结果呢有牛头班的啦，牛头班来听有嘛吼，无要上学，迄牛头班的吼，无一个老师教的落呀就对啦，好呀牛头班的教他个。搞白校长还要找无老师啦，变哪？多一个少年的吼，自告奋勇啦，吼、哦！迄个校长讲讲，来来，牛头班的好哇，安尼啦。哦，这外省啊，较早咱讲外省啊，啊就中国就对啦。讲好啊，啊让你去教啊。伊也是吼，足忍耐啦。
但少年人忍耐有限啦、啊。吼、哦，真正哦，遐牛头班的吼、哦，脚踏到我多啊吼，伊冒一句话啥呢？用像你们这样子啦，我们政府怎么反攻大陆？我这句无唔对，还得每只只牛头班的啊。结果呢，哇，遐警察来咧调野心哦，讲你伫课堂咧教书吼，敢讲咱无当反攻大陆啦？哇，就转来那去啊！所以等于对政府吼、哦，来讲攻击，我们要反攻大陆，那政策是安尼哦。你竟然讲无当反攻大陆，嘿！啊，囡仔跟家长讲，家长去检举就变安尼呢？伊啊讲袂清啊，系啊，我唔是啊，我是没有，没有。吼、哦，人家检举你是说我们政府不能反攻大陆，我的心怕呢，心怕讲我这代志大条的吼，伊拢把因老爸吼，迄青天白日勋章吼、哦。要给在下面就对了，吼、哦，按照迄个，因拢做大官的吼，上面拢有迄个青天白日勋章吼，要给在下面呢。给法官讲了呢，讲你这个吼、哦，这个思想问题呀、啊，吼、哦，我这个不能判徒刑吼、哦，所以你这个没有用啊，我这没有用啊。总判三当，他们以后，阮最后三当伫迄个土城遐，落迄个土城遐，板桥土城遐吼，吼、哦，阮最后拢伫遐啦，包括李敖啦，上面拢伫遐啦吼。哦迄、那个所在吼，搁这是一个例吼，搁另外一个啥呢？一个迄个郭玉栋吼，伊笔名叫做波阳。恁在座若咧看迄个吼，伊拢写历史写迄个吼，迄个波阳，迄个作家，伊呢有定三个吼原则啦，上架无要骂啦，伊上架骂咧掠人诶吼，检举总部无要骂啦。金笔做来抓人诶，抓人叫无骂啊，所以下文章内底唔敢骂遮，安怎骂啥呢？拢骂遐迄个一只袂修改遐老贼啦，啥物李伟啦、郭台啦、甘伟啦吼，你知吼？下文章咱骂遮老贼诶啦，诶，你也知人诶文吼，无代有几日啦吼，因某吼是《中华日报》副编呐，安尼呢？因一个国外迄个不派诶吼，吼，迄个是英文诶，伊要翻到中文啦。四百度了，对啦吼，安怎呢？第一百度就讲两个白仔囝，吼，两个白仔囝。第二百度吼，因老爸吼坐伫一个椅仔遐啦，啊，摕一支毛笔啦吼，头前一个红纸啦，吼，啊，写哪呢？写伊就安尼尔，按因囝徛伫壁啦。第三百度就对啦，因老爸迄毛笔字改了红纸来，咧写哪？告全国同胞书面。一家点点点安尼啦，按家个徛伫阿边啦吼。第四百多心咯，因家跟老爸讲啦，用爸爸啊，这个都是咱两个靠要搞全国同胞书面人的对吼，安尼啦。这谢爷啥物人你知影未？啊，谢爷就该说啊，吼，安尼总个厉害，啊，你也别当用这个盘呢，吼，容易的啊。俩伊大下个同学，一个姓孙的伫阮高雄哦，干部局做孙官。三条港的巡官，用伊伫大陆的时候，同学读大学同学，啊，即马伊个同学，即马伫中国迄边咧做中国会干，迄边咧做会官做官，你知吼？即马用伊掠起来掠高干就对啦，用讲高干啦。即马安尼掠讲啊，讲恁伫大陆对前大学是同学，吼啊同学呢，你伫遮啊恁的同学吼，即马做高干，啊所以呢。恁有这个关系吼，所以你这个思想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呢啊叫啥呢？叫高阳这孙官搞这个波阳对啦。你看安尼呢，当玩弄入夜时阵吼，一礼拜了，本来乌头脏的啦，乌头毛的啦，一礼拜内底吼随便白的啦。我看一惊一个看安尼，啊乌啊一礼拜变白吼。咱读历史的时阵咯，有一个伍子胥，你知影吼？过关的时阵咯，白安尼无，结果。欢乐啊，想结结爱心咯，乌头毛变白头毛啊，哎，总个过关啦，好不好？迄底下严关的时咯，迄相片拢写伫迄关口遐，所以说谈迄个即个伍子胥的时吼，讲突然变头毛啊，过关，我想啊，这面的历史咧，我白做。迄个咧波阳吼，甲一礼拜变白，我想啊，这有影诶。迄人咧欢乐的时咯，乌头毛变白头毛啊，啊，所以咱各位东西嘛，你难免欢乐哈。都唔能欢乐，你欢乐变白头毛矣吼！啊，所以这个波阳就是安尼去啊。所以讲文字狱吼，
个人有一件就对了，咧讲话，啊是咱讲个爱讲场所，看场所了吼。个人有一件是我讲吼，台式较早叫比手画脚，恁知影无？比手画脚，迄线裤的吼，迄、那个歌仔咧支持主持，啊以后拢无伊啊。迄里啥呢？比手画脚就是讲我用一个节目啦吼，啊你头前咧比啊，啊即摆好啊，就一节目吼，我若注意看，伊节目啥你知影？用哎。伊只人家比讲，哦，一只龟啊，哦，一只龟哦，咱也无讲啥，一只乌龟，哦，啊，即嘛，佮阿家边比吼，阿边来探嘛，阿头头前来比啊，知道乌龟先吼，迄、那个游过海，过海也无讲对，也无讲台湾海峡啊啦，对，游过海呢啦，过来阿边个比讲呢，知道乌龟吼，煞变成四脚朝天啦，唔坏啊，啊，四脚朝天哦，游过海啦，你要看讲。这个节目，那个主持人都叫他不认输了，莫名其妙，伊讲你咧写呀啥，写呀蒋介石啦，讲叫恶姑啦，啊无代表讲四脚朝天啦，啊个修过海啦，啊也无讲台湾海峡啊，你讲台湾海峡，一个想一下伊，啊无讲台湾个修过一个名四脚朝天，你也想讲，所以伫迄个白色恐怖戒严的时阵吼，真正是安尼啦，过一件咧较好笑的啦。迄、那个排队吼，伊个生日叫十月三日啦。哦，各位大家知影吼，我在座的时阵可能以前的时拢有捌过去作秀过啦吼。伊第一呢，第一个中山堂的时阵吼，咧排队啊，啊就要作秀啊，什么蒋公住宿上安尼吼，即马咧排队吼，无代无钱吼，即、這个阿伯啊问头前啦，伊讲诶，阿今日拜鬼啊？我系啊，我今日拜鬼啊？啊，伫拜鬼的时阵吼。无代无志，边个人我都报告去你啊呢？伊讲在蔡某某啦哈，啊，今天来要甲蒋公祝寿吼，竟然他说在拜鬼啦，我话拜鬼，哦，啊，即嘛都报去了吼，啊，这一个唔知呢，啊，有几人吼在金门做某因呢，调他来问啊，就调伊啊，讲今天是跟我们伟大的蒋公在祝寿，你为什么说在拜鬼？永博啊，我是咧问旁边吼。问讲今天是星期几呀、啊？是星期几安尼啦？有无这代志啊？你明明是今天在祝寿，你说拜鬼哦？安尼，即摆拢三家法官遐啦。伊啦讲阮台湾话吼，讲星期几也拜鬼啦。我们说拜鬼是星期几安尼啦？嘿，啊，这个法官那是好心的吼，我一查呢，迄某咱台湾人讲，啊，这拜鬼是什么意思安尼吼？因为啊，拜鬼的星期几啊？我还。这个法官安那迄个知影无？那照人来判嘞，伊讲哦，经查啦，经过查了对了吼。台语吼、哦、拜鬼是星期几没有错了吼，也没有错哦。但是他讲话的时间与地点不对了吼、哦，好的。啊，所以领导的讲话，那小心嘛，讲丢数啊，丢数唔啷得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所以你白色恐怖来的时阵吼。老实讲的心吼，为听为讲为创啥物，拢会不用中的心吼，总会失踪去啦。吼，一家之罪何患无辞？这点因北京语、因中国人咧讲的就对啦。啊，所以你白色恐怖来的心吼，真正是真正离离扣扣个代志一大堆啦。我想看这個时间吼，有个其他时间。啊，所以在这个白色恐怖的心吼。我为什么爱一直地强调这个？在咱的近代史内底，一般恁无当正式读到中华民国合理健康的历史资料啦。所以，啥物各位今仔日，拄啊恁有机会来接受岛民政府这样，这是恁的机缘，就是恁的福运啦。包括我本身家己人咧想咧，奇怪，我咧做过。三门宫当署长冲下了，拢含迄个宗教内底有接触啊，诶，那个一个护理师大家来，吼、哦，家己哪咧想啊？咱一路出来，十五当出来，咱唔是咧休困咧。十五当出来时，那继续咧参加呐，较早叫做公正会，迄阵民进党精神呐吼，要袂民进以前叫公正会啦，吼、哦，阿阮就什么公正会咧，啊，要民进党成立的时吼，吼、哦，一一点点咧。哦，咱本土台湾人吼，诶，震动啊，好欢喜咧，
一开拢动金了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大家就参加民进党了。啊，迄阵啊，抗争吼，在座恁也唔知影，头咧抗争，你知影无？为遐老国代啦，就老贼啦，所以叫抗争老贼啦，有无？遐国会老贼啦，立委、国代、干委，拢拢四五千个，拢敢领薪水咧，一当几十亿个呢？恁拢也唔知影，我抗争过吼，你也想啦，国代三千几个啦，国代三千几个。国台视同部长的下落哦，下落阶级嘛，身份甲薪水哦，三千几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关系哦，拢一个啦，最少一个代表啦，所以代表全中共哦，说三千几个国台啦，第三哦，这一个，那个立委啦，立委也四五百个啦，干部也是啦，迄规日当地敢食老米的一大堆啦。啊，所以咱阵啊呢，就向这目标来进行，来控制这老贼啦。控制这老贼的心哦，你拢唔知影呢？迄我原来咧抓哦，咧抓水吼，我咧卡只边烧烧惊啊！即摆咧电视看咧遐一挂遐大学生哦，咧遐控制遐啊，拢手交手啊边要抓。一抓起来吼，因那呢用棍啊，我若看棍啊，我若走呢，或者走用呢，那是呢。啊，控制高倍也是，咱控制有利啊。所以即个老贼甲爸妈安那，吼该提提啊，伊就退伍退休了，是呢。阮当初有个一届时喏，要控制遐国台吼，十几万部队啊，全台湾集起来，阮里底有公馆，伫台大遐，伫行路行，拢拢行十三点钟半，行到尾十四点钟呢。啊，你行来到底呢？来到咱的台北车头遐。就是中澳东路遐吼，对不对？搁底下落地，底下休困。部队搁为了中山北路里行，行到山卡，你知影？行到山卡吼，就规拢冻起来。政报部队吼，规个就对啦，何里袂当去山顶啦？冻伫咧山卡遐。结果吼，一道命令来啦，讲部队撤退。啊，这部队撤退，啊，你也袂去山顶，连袂撤退。你也袂误掉个，啊是安尼要得地，我着带咯，一点点拢安，对行对行，行来到对站呢，迄落林森北路啦，规条街啊，商店拢咧卖物件个啦，阮个部队军规条街拢阮咧困啦，迄个暗拢伫遐啦，啊伫遐时吼，咱也是参与一轮子吼，啊后壁拢问头前讲，老帅，啊头前即满呐，我看无咧。落落长哦，头前在武山，咱唔知呢。反正叫咱担遮，咱就担遮。安尼，规个部队拢伫林森北路遐。嗯，安尼也三个半暝，百多幺八间啦。商品路咧卖物件呀吼。各个地方讲啊，天光个时阵吼，阿爸个问，阿老蔡啊，即摆安怎？看到唔知呢，阿无命令，阿无冲啥个，咱个直接等啦。头前个问讲阿爸即安怎啦？啊，阮阿爸问头前安怎啦？结果啊，领导也走了了啦，那柯信良也走了了啦。啊，各位来知影吼，根据报纸来看先吼，夜奔敌营啦。不过还奇怪，我来三个半，我部队在家，啊，夜奔敌营。吼，哈，咪你顶下咧敲代志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把阮这部队当作囡仔，当作筹码。我咧控制在老蔡的心吼，你民进党监管你台啊。含国民党底下咧呢，咧咧桥你知无？结果桥两个啥呢？桥两个干部啦，一个民进党第一任的主委叫江炳坚律师，是真记者。哦，桥这个干部也咱就认同。第二个呢，叶耀平啦，叶耀平啦，民进党去找国民党电视台底咧卖阿批批阿币啊，批阿币迄落迄个啦，哦，即卖个做干部迄个啦。柯信良伊把咱这个民进党这一种哦，规个出卖啊去瓦解两个干部啦。所以头讲夜奔敌营是啥物意思？到尾嘛知啊？夜奔敌营就是早唔知电话底下咧什么三时，关在部队五外个底下头前问阿边问头前安尼，甲一天公安尼好啦，咱台拜拜再见啦吼。所以阮呢就等下高雄啦。所以迄种代志吼，阮咧永远咧留一个吼，你。那下内底吼，拢一个记得去无就对了。咱这种受骗，吼，
就是咱只部队对了阿虎顶管遐人做鱼啊咧行咧迄落呢受骗哦。所以我抗战老拆了的时阵吼，过节的时阵，迄落总统直选呐，各位大家唔知总统直选的来无吼？当初李登辉呐反对呢，啊是咱只来讲，哎、啊、总统直选呐，当时总统是无效的啦，对不对？但是咱只人讲总统啊，咱只在受教育了讲啊，嗯啊有选举啊，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啊。嗯啊，这个是国家 啊， 啊，所以选总统就对啊。啊，即摆总统的时哦，爱用直选的啊，靠人用迄个计程冲啥？我打咧舞呢，啊，其实咱舞舞唔对的嘛。啊，做总统直选，迄个空心湾困里底呢，困里车路边啊，中华东路呀，困五日的呀，底下暗时啊落雨就爬起来，日时拍打，我那个坐落。可爱所在的是暗时啊，拢有咱迄个太太吼、哦。摕钱几百个哦，总压落来哦，也无记名，也无讲是要创啥，反正知阮即群人坐伫遐，伊钱来压落来，拢暗时啊，有可能只是惊人看，啊暗时啊安只个，这是咱台湾人啊，一温暖，啊一可爱一面，就是我有钱出钱，啊恁有力出力，所以中间的空间要总统提出来是咯，老实讲，李登辉也反对了。所以以后的历史拢会定下吼，为啥反对？因阵啊，就你讲是用国代来算哦，因稳挑的嘛。国代迄阵啊，剩千几个尔尔，因为下料的时阵吼，就剩千几个尔。伊这千几个是足好算的嘛。我要么台湾即个两千偌万的人来算，有够困难的呀。都千几个那掌控嘛。所以咱的国代内底哦，这台湾人无超过三十个嘛。啊，所以百分之百算得到啊。欸但是呢，这个变化来啊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宋美龄啊，听讲要摕几啊百亿个钱哦，要安那呢？要推因中国啊，推什么人不干呐？落花地要甲李登辉干掉就对了。你是台湾人要做什么？什么国民党的主席，佮兼要做总统，摕钱出来哦。哎、欸，有这个进步。我李登辉讲，嗯，安那呢？哦，啊，咱绝对算输业啊。家庭讲，咱大人企业要支援伊啦，政治落选啦，上计是几十亿尔嘛，我卖讲虾米人啦吼，就是有人讲要二十亿政治现金要来算啦。但是你看滴宋美龄遐，广东银行有股东遐吗？对不对？占袂掉啊！但这情书就买新咯，你等于甲讲，哎呦，啊这要算百分之百输的嘛，因一个人他用三千万、五千万，遐国债来买伊啊！啊！伊要选球哦，啊！所以林志呢，当然咧推算推迄落总统直选的心吼，哎、欸，就来塞啦咯，下输下输哦，是安尼啊？你等于是安尼，不然才反对呢。所以当然咱大家讲啊，那台湾人第任吼，伫国民党来咧，无简单做总统哦。但你总统任来有替咱台湾做啥物？恁想看有把咱台湾的国策调去操持了无？无嘛，伊到尾要造成讲啊。特殊的两国论啦、啊，啊最早啊啦，啊早在特殊两国论的时候，何人啊？怎什么叫特殊两国论呐、啊？你要在任的时候，你加入党内底，你应该爱把这个台湾未来何去何从，这大家你应该做一个足够大，因为你做个最高领导者嘛，结果无人做，所以咱要对安怎？有人做强健李登辉，无唔对，咱来做做强健李登辉，咱台湾第六迄落。如果伊那是日本人啊，日本人啊，但你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，做啊足欢喜嘛？为什么呢？啊，出门拢是空军一号嘛，你出门走路的时阵哦，拢车顶嘛，迄路无红灯的啊，啊，你看做拢偌好，偌爽啊！所以你别记住你啊，咱台湾是伫政治领域内底，伫咧白色之刃内底，你现在当然总统，你别记住你啊。所以有悲哀无？所以当年伊想讲吼，咱台湾是变哪出来，所以也开一亿千万呐。何一寡吼，所谓教授学者吼，啊研究咱台湾的地位安怎啦？结果呢，所谓这些学者那种伫国民党教育内底大汉出来，所以的结论的时呢，大部分小想啊，敢那四位有四位吼，较敢讲啦。讲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啦，
吼、哦、啊，剩咧画咧写吼，咧写啥咧？啊，画是迄个开罗宣言啦、啊，啥物话？所以归是中国啊，中国啥？中华民国啦、啊。按照宪法来定吼，在台湾表属属因的啦。拢咧破，你知影无？了咱老百姓的钱啊！所以人讲，你顶位是放些特殊两国同了是往咱那边啊？啊，那边啊是较古锥嘛。伊就讲啊，无就中华民国过几百年来过嘛。这是要安搭什么人？啊，你拢用挂出来，用踢出来啊？迄毋是你主动提出来呢？迄外文是你用踢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整个中国啊嘛，啊用挂出来，啊你是变那个级别嘞？哦好，伊就顺利民意啦，再入联合国啦。啊，直接以前啊，我那是作风啊，我只政治手段只招招嘞，我走美国，走联合国也抗争，佮走中国大使馆也抗争。即摆想起来，哦，咱也是戆啊，咱较早戆啊，佮家己开钱，哈，我佮我代表之咯，走中国大使馆遐，伊拉走了了，佮那老美国乌先咧伫遐过门个啦，嗯，啊，我哩抗议书交互伊啊。伊讲好，伊要搞遐大赛，安尼尔，那种无样无家庭，所以阮长时间那是要伫迄个来抗争，啊都唔对嘛，无人甲咱教讲的时候，这条路都唔对啊。你阿扁啊，第二日要起来是讲台湾证明，各位记住无？台湾证明啊，哦，台湾证明好哦，用台湾咯、哦。结果伊来说用台湾共和国，佮要去联合国啦。联合国讲啊奇怪，啊全世界当时有这個台湾共和国，我看都唔知啊。哎，通不啊？未通嘛！所以这个我讲台湾的心吼，这个争夺何去何从啊？有咱台湾人这位总统啊，结果呢，有你迄个为了的时阵吼，你是甲中华民国宣誓哦。好，各位，咱也搞别清楚。虽然你是身为咱台湾人，但你是效忠中华民国哦。咱这观念要清楚。美国为什么讲啊？圣经用来你爱宣誓吼？你效忠美国啊？你加入美国这，你圣经大，你爱效忠美国啊？你袂使你英国人的时吼，啊来即个加入美国这了，哎，你要效忠英国啊？迄绝对袂通嘛！所以咱台湾的心哦，你效忠啊哪呢？中华民国，你第二个宣誓，包括说即摆民意代表，你拢甲中华民国宣誓，表示你中国人啊？你不是咱台湾人，所以咱今日个别国事，是因为咱是本土台湾人，我无国籍，我无外国承认的台湾政府。中华民国不是代表咱台湾哦，迄是中华民国流亡的哦，流亡们不能就地合法。你记无？迄、那个达赖喇嘛，因伫印度达赖喇嘛遐时阵，因选举是啥？因遐内底流亡遐家己咧选啊。因表无印度人做算呢，爱是流氓，这不能就地合法。同款，你中华民国流氓在咱台湾，结果咱呢，所属咱遐，咱台湾人爱做官啦，无唔知影是非啦，总是要三五四五五个做位底下算啦，所以延长中华民国性命啦。你若从波罗的海三个是我的底子，苏联救出来，迄种弄。啊，阮就袂瘾投咧。啊，阮家己推出来这人，阮就投咧，百分之拢超过一半以上咧。国际人的声音嘛，结果咱唔知影。咱咧选举下下定定拢咧参选，啊参选冇紧咧，佮村咱台湾人诶，一票落候选人佮30块，政党诶是落50块，咱投票支持，啊落个啥呢？落个起过来当咧。世间有全世界无一个讲吼，候选人爱搁去，咱着搁钱付伊啦，咱支持着搁钱付伊啦。拄啊，干呐，中华民国体制内底，着印有了是所有咱台湾人下定定拢弄破头，着是关键要参与选举啦。选有着食大地，选无着食细地，反正有选有人食。所以把咱台湾的心哦，造成啥呢？造成真恶劣的文化，算计文化，把咱台湾本来作朴素、作和谐，而且台湾民族的时阵，总比了我的算计，我连阿婆都袂吓，我兄弟姊妹都袂吓，有必要有可能无？你若这时呢，做红西人去上班去做生意，遐里长、领长，
因为为啥呢？为伫厝咧过厝遐太太去下手，都咱在座的人，吼会计算啦，阿伟呢，也记现实有接受啦。咱今来讲啦，讲这个现象吼，咱那毋是直接讲，咱就是无有人客气无客气啦，是这个现象伊安尼，比如说倒出来先咯，安要倒这个，因某要倒迄个，啊就公开了，我就判看边啦。阿伟阿妈咪倒啦，讲好啊，顺从安个意思。哎，倒民进党哈，讲好，水公应好啦，啊应人等伊遐落啊，等别个落啦。你台湾的造成这样买票文化，拢比一落之你知无？你讲话任何这个政党啦，你就无话台湾这个恶质的文化都改变了无多啦，你就变成了执政也无多啦，这个社会已经乱去啊嘛。这个老那个金来的呀，为今年来的所有发生，你知影无？你有看无？假好啦，什么错？大行无错，无所不至的啦。你要安怎？你话这政党话多吗？迄拢一个结构团体啦。这若无咱民众给彻底解决的时阵哦，可能这政党轮替拢无多啊。伊安那呢？应该地拢交接啦嘛，乌白拢结结做伙啊嘛。迄利益集团拢结结做伙啊，所以现在咱吼爱期待咱台湾民政府，也是讲我一直加入台湾民政府，把所有以前参加所有台独联盟、所有现在台联、所有民进党，拢跟你拼啊！迄不但给了咱嘞，五万青春呐、啊！我讲国民党五万青春十五档啦、啊，来民进党五万青春三十几档啦、啊。为什么？咱拢两会对白，咱只能讲，我唔是讲，咱各个宰相坐过落，我就一定安怎，唔免，咱一人一日烂了尔。所以，若任何大小的建议，对大小活动啊，我拢出钱兼出力，希望啥，把中华民国挂出去，这是阮最大愿望嘛。我唔是讲参与你这事，必定要做大官，所以后壁做两件咩事，我无叫人讲，我爱做一官半职啦。阿扁在阮三门公业时，我做当水长，讲哎呀，扁啊，即我落去就无头路呢。吼、哦，我那迄、那个当水长落去，伊讲啊，你也无头路，伊表示改成咱作者头路迄款呢。所以无怪当水长到期搞无搞，哎，带咱民政府，带我摇着啊，无怪你有头路。啊，咱是无急切的呢，所以咱头路是空缺啦。所以民政府来担心咯，你唔知咧开创是偌艰苦。必须你允许他吼，拢约约来米店啊！你知吼，米店唔是食面呐，佮兼讲代志。讲过妈妈的心咯，我还要叫变阿哥啊，阿哥爱钱啊，阿拉爱人啊。所以慢慢地到起安尼是即几冬来底靠今仔日来成就呢。所以我一点拢感念，真早前是他出钱佮兼出来食。所以我的家己袂是，我专心投入，包括你。我高雄一个南部宣导团，我宣传到，但是另外怎样呢？迄、那个著作遐水电，你哩哭哭，拢家己咱顺呢。我的工作已经完成，拢家己炸便当去呢，炸便当上班啦、啊。迄伟人班，我们迄个问讲，哦，我恁家恁家安怎安怎？改成讲，甲民政府领钱吼，迄政府甲政府咧做工，伊来领钱，领薪水。我讲歹势，阮家拢在炸便当来上，包括我本身也是啊。咱用这人那呢，何因那呢？到六点呢，搁搞啊？啊，搞紧呢，时间了，啊？啊？唔得。唔得唔得，拍摄吼，因为吼，因为咱规定咱这个上课吼。拢按照美国指示啊！第一，咱每次来上课，为什么吼？咱课程爱照安尼，包括咱上课时间拢袂咧减。为啥我谈到讲吼？咱来上课，唔好伫阿边咧耍打电脑，就是呢。你能看看，咱的所一举一动拢爱通过美国，包括咱明仔在3:30下课了，拢总爱集体来翕相，
为什么呢？因为咱咧团结，美国是足踏实的对啦，伊无安怎呢？无互恁造假，无互你有人头。各位今仔上课，为啥劳烦大家拢来上课？为什么？今仔天气遐冷，为啥倒啦？啊，无咧，即马迄个视讯吼，足发达啦，无淡纯热啊。啊，我报名啊，我淡纯热，开起来上课了啊，会使袂？咱今日上课，老人看网络的，一直看咱咧上课。但是呢，遐大部分拢已经安那有来上课了，你会使做。但你初级班、高级班，你要上课，你袂当用视讯。咱有一届是高级班300几个吼，即、這个教室坐袂落啊，坐袂落，分一半是黑熊部队迄边教室遐，落下晡的时吼，因咧滚秀吼，咧考试，吼，迄边下晡吼，你看做些拢穿西装的吼。迄、那个郡守考试啦，啊，各位大家要高级班了的时吼，恁把迄个新唐论读较精诶，你们也可以报名参加考试。因为咱进来时吼，唔用郡守不啊，因为题目足困难诶。吼吼，我家己做监考诶吼，看咱必须咧出个题目吼，吼有够深就对啦吼。所以恁哪种有要做迄个公务人员，当然一般当然唔行呢。但你不是郡所的，恁高级班已经通过啊，你们都可以，恁来报名参加迄个郡所考试。迄郡所代表啥呢？咱的新的行政区域电影公啥呢？讲伊管住肖像呢？因为咱即摆体制现在呢，就中央各类就是州啦，州类一家就是郡啦，就是迄个含美国甲日本这种感觉咧讲州啦。啊，所以各位咱高级班啦过了吼。你若想讲啊，要参加郡所考试的吼，侬会当去报名。啊，所以我讲吼，为啥咱咧一举动所有的课程，拢爱报美国的学呢？所以顶届有300几个，到迄边吼分一半，结果一半伫遮上课，一半伫遐上课。这边用视讯的，因为即个遮设备较好，迄边哦要无迄个视讯设备吼，所以伫迄边上课。结果呢，美国虽拍枪呢，因为咱也是用视讯啊。还讲啊，人侪啊，人侪，你会使讲甲主动啊，啊无分开啊，啊所以即摆调整啦呢，老陈迄个300几个吼，真简单嘛，加一间教室，迄边一间教室嘛，你讲课人轮流啊，加空调走一边，迄边走这边，安尼就无违反美国原则啊。所以我一般人唔知啊吼，我个加比时间搞，所以你讲要延长就别使好无，即摆佫起来比啊，讲时间搞啊。所以各位，大家咱一切。拢按照美国甲咱指示的，知影吼？所以为啥我讲要改？你讲延长半点钟，我唔敢延长。其实佮延长咧，但咱讲，但是咱下即个体制，小等你休困，还佮食饭，以后还佮考你干，吼！啊，多谢各位啦，以后还佮机会，好来。各位好，下课休困，啊，楼下一楼的餐厅食饭。